好，大家，今天特意去打了这么多藤壶，我们就打过这个老坑，来，给他打床，我们打进去。哎，小静啊，过了三四天把它拿来。过了好几天。 收干了，哦，第一只，哦，漂亮，哦，哦，怎么了？鱼多啊？来来来，这是什么鱼？哦，会转圈圈啊？哇，怎么了？草鱼吧。 这个专门吃龙须鳝鱼，来收。哎，小黑鲷，抓住了。哎，哦，这是珍珠斑，收了。哇、哦，这里又看见一只大货。哇、哦，这个鱼漂亮吧？是不啦？很少抓过这么大的鱼。 这里有一只，哎，珍珠斑，蓝色翅膀，漂亮啊！收了，看见一只什么鱼？哇，小奶龙，漂亮，收了，来了，哇，这么大的金钱鲨！哇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吗？哦，漂亮，长得天使的脸。 来收，哦，漂亮，黑钓，龙须鳝躲在这里，漂亮，小黑钓，哇，漂亮，你看身上多漂亮。 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么大，有一个四五斤吧，还在张嘴，漂亮。哎，这是很漂亮哈、啊。这里是什么？哦，鲈鱼。哦，漂亮，这个是我们的青蛙鲢，三年五爪。 大红果，会抓红果，还不少。喂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爆缸，开封的。哎，哦，又一只小奶龙，漂亮，好拿水。 住吧，哇，囫囵出水，飞着翅膀，很漂亮哈，长得天使一样的脸蛋，魔鬼一样的身材，漂亮，哇，鳗鱼，19，1斤多的鳗鱼，这是什么？橡皮椒一样，哇！ 鳗鱼跟狗鲨的谈恋爱，1斤左右哈，一只甩头，哦，小奶雕，哇，小珊瑚太漂亮了，哇，爆青天，开光了，这里是什么鱼？哇，又是龙的。 超级漂亮，来收了。哎，哇，你看这个鳍多漂亮！珍珠斑，金骨鱼啊，又一只，第三只。这种鱼很凶猛。
一大把，红鱼冰，一二三，漂亮，这等于一两个，行了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遍了，回家吧。啊，回去，回家去尝试看一下鱼货啊，今天还不错。我们现在到家了啊，今天收获总体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坑是我山西的一个粉丝包了哈，我们现在把它真空包装一下，发货发给他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成功好了没有？看了。好好。梦知梦觉，转眼诞生几十岁。那些未解。太久了，这么难吃，怎么吃的？不吃不吃了。那就白了。嗯、不再清澈的眼神，不知为何的防备。带你去赶海吗？我也想和你一起去。太阳这么大，你去什么？累死了，回去回去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带一瓶饮料吗？好好，我回来帮你带。我到了前几天采购过的这个水坑啊，好，完蛋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现在已经抽干了，天气快乐。哇！哦！喂，抓住了！今天天气真真的热，哇！这是什么？珍珠斑，第一次，好久没盘坑了。哦，黑雕，一斤。好，这里。哇塞！哎哎哎！哦，这是老婆鱼啊，这么小。阿峰，赶紧放生的。好，放到大海里面去。好。这里。哦，哇，土贵，很久没抓到土贵了，七八两，这一斤要150。哎，这是什么鱼？哦，这么小的红谷，还没七八两。这是什么？石头板料，哇，红吗？阿峰，哎，抓一下，哇，这么弹，哇，这个很毒啊！哇，继续，阿峰，你抓一下，好好。哎，哦，鱼到沙，长得像金钱一样的。这是，哇，温顺的鱼，珍珠斑。不说你们就知道，这还是一条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一箭三雕啊，漂亮！这里还有，哇，好多、哦，哎，又是红谷，哦，七八两的红谷，还没半斤。哎呦呦，跑到这边来了！哎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，又是土贵，漂亮！哇，这斤要卖180。哎，这里不蟹了，雷公蟹，这么大的雷公蟹。哦哦，这是红鳗，这么屌，还要拿去？
在这儿，九节虾。哇，今天壳里面有虾。哎呦，这什么八爪？我肚里面。哇，来了，出来了，不要进去。哇，很紧。我拽起来，我拔河，操，咬着断了，自己，你看这个脚还是活的，吸力十足，应该挺大，拔掉。哇，八条都是鱼，老公，哎，八爪给它吃下去。这是七只脚的八爪，这只断掉，这是大八公，这只给我拽断了。哇，又是什么鱼？我跑得贼快了。哎呦，小波比这么小，哦，非常可爱。你在旁边放生吗？哎，这里一只，哇，这什么弹丸？小弹丸，小红果，来，哎，哇，红丸，哇，两米长，一米多，漂亮，进去，你看，这只九节虾，它握到土里面去，漂亮吧？你看这个翅膀，哎呦呦，对，抓住，哎呦，哎呦呦，上来上来，这么大九节虾一斤要180，来，来这里，哎，这是，哇，超级肥的大波公，漂亮。一斤多哈，差不多我们摸光了，回家了，好吧，回去。哎，哇，太阳太大了，虽然鱼货不多啊，等一下拿一点回家煮给我老婆孩子吃。阿峰，你等一下拿几只回家。嗯，哎。你讲，你是那里中暑了？我吐了，中暑了，天气太热，今天天气起码45-46度。啊，刚刚在鱼抓的我都吐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太热了。啊，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我开闸回家了啊。好吧，今天我们鱼不多啊，好吧，等一下我。大家一碗汤底，回家吃啊！一碗汤底，回家吃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回家，吃饭喽！回来了。买了，五毛了。杨雪在吃草。风景。
的足球，以及我手里悄悄。爸，怎么样呢？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去帮你拿。噔噔噔噔。爸，是您自己蹲的吗？对，身上点点。嗯，爸，正好在身上点点呢。嗯，好了就好，先吃饭。好。